据外媒报道，今年三月，凯蒂·佩里与奥兰多·布鲁姆正式分手，称两人在尊重与爱的前提下暂时分开。而最近这个暂时已经结束，他们被曝光共度劳动节周末。据悉，凯蒂·佩里和奥兰多出现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圣巴巴拉一家豪华酒店，一起在海滩上享受时光。凯蒂·佩里穿着条纹泳衣，奥兰多穿着蓝色泳裤，看起来他们的关系又回到当初的甜蜜和浪漫。几周前，他们还被发现一起看演唱会，还在活动现场亲吻和拥抱。一位知情人称，凯蒂和奥兰多还是很爱对方，一旦有空间，他们还会在一起。